杜比武，孔雀开屏虎弄发音陈吉祥。好，我们看到这只孔雀非常的美丽，那就是郑雅云老师，现在将为各位做精彩的表演，我们要热烈掌声给郑老师鼓励一下。孔雀开屏，带来吉祥，带来如意。那么今天能够把这份吉祥跟如意来献给所有的市民、所有的乡亲长辈们、所有的参与的人员。的确，其实孔雀是一个很吉祥的一个动物。当孔雀开屏的时候呢，所有的幸福、所有的如意呢，都通通展现而出来哦。好，我们孔雀开屏，舞弄发音陈吉祥。这个是由我们郑雅云世界体育文化创意部。各位亲爱的乡亲长辈，现在在舞台中间为各位展现才艺才华的是郑雅云老师，她以孔雀开屏舞来弄发音陈祥，来将吉祥如意带给所有的参与的乡亲长辈。好，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第十二队的桃园龙德宫，桃园龙德宫七小福还有金龙镇。你看那七小福多么的可爱，多么的勾心。好，我们金龙是一个巨型的金龙哈，金色的鳞片闪闪动人，有如人间游龙生动。那么中国人崇拜。